枪又小了这个。这是叫防油封桶。油封桶。不太往这一头走横的，但俩是不是弄什么这把糖挖出来的两车？那个高头那个里头还没这个吧？一个南风筒啊，我头天干，第二天就来的。你那个底下要刻个棍子，你搞个棍子。你做活了，搞个小些的一头就行。那搞块板子。回来了都刮这么长时间，我们看一下风场不大，干的风子。肯定有噻，这么好的花园，正是去拔牙扎的时候，好不好啊？要搞了，再不搞的话，还要吃完。你看我们厂子烤是搞么子的？风子要赶走噻，赶了我好过噻。来干个你，嚯！不瘦呢？瘦的，疯了，低头还熏不了熏黄。嚯，好！我是说你应该穿哪个衣服呀？哎呀，你连个斗都去了，是不是？你个帽子里头都有风子吗？没有。没有才怪。你穿哪个衣服啊？那刷子不敢刷，一刷它要闻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帽子在前。你的好恶。哎呀，好凶！我靠！但是那把刷子没拿起来，它一个刷子一冲，我是了。连我一哈拿不起来。一批他们好，其他他们，他把那个高富亮那个工资，还不舍不得切。这一块有几斤了？三斤以上，起码三四斤。通常就要称了，你看那么一块就有几斤。嗯。啊呀，好重啊！哎呀，蜜蜂来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搞好大一坨，一哈一哈，嗯嗯，哎呀，那么好吃还老吃啥子吃？牺牲去过看，等等等等，干爹爹搞不弄，跟他们回去的他光没得了。你多吃个，吃了你就很高兴。嗯。哎呀，这么大一坨呀！我天哪！这就叫做辛苦讨了快活钱，跟工资两个穷胖些。